今月吉日，贤家耳福，弃而幼稚，顺而承德，敬而威仪，孰胜不可。受讨为奇，戒而谨服。在所有的长官贵宾的见证之下，完成了人生当中最精彩的一段成年礼的回忆，让大家可以体验得到舍弃我们的志气，在成年加冠之后可以追寻德性的智慧，勉励我们学生在仪式过后象征要成为成年人，要将过去稚幼的心态放下，现在成年之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是一个成年的独立的一个个体可以在未来面对社会各项的挑战当中可以坚挺不拔继续面对你自己人生中的各项的挑战，追求更美好的人生除了谢谢爸爸妈妈，谢谢我们的天地诸神，尤其是承默，我相信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父母、我们社会各界都给大家一个深深的祝福跟期待。在成年礼代表的意义是，孩子们，你们长大了，你们的肩膀要有自己的责任。今天大家能够相聚一堂，来共同来参加这次的113年度的成年礼活动，在此感谢很欣慰那今天是个快乐的成年礼的日子了，也祝福大家从今天开始，你的责任加大了。在这个时候把你的方向找出来，也希望你们今天开始之后对自己的未来有期许，而且认真努力，让我们台湾成为更好的国家。希望我们都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伟大的父母亲，谢谢你们，有你们我好幸福，谢谢大家。